收看高一三新闻台，你好，是阿主播李佩轩，为您搜罗最三的大小事。本周重点人物当属终于当上农业部长的陈吉仲，过往的汲汲营营换得在蔡政府执政最后得以鸡犬升天，一切都有了意义。为求万众瞩目，陈吉仲 special 之处很直观，就是上演狮背秀，把内心澎湃发挥到了极大值。雨下再大又怎样，陈吉仲拒绝了一旁工作人员上前撑伞的即刻救援，在滂沱大雨下致辞，击倒先师，果然与众不同，具体呈现极端气候对农业的伤害。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欢迎来到热带雨林。二一，请揭牌。农业部正式成立，农业迈步共创未来。首先要欢迎的是我们的主人，农业部部长陈吉仲，陈部长，欢迎。欢迎部长。感谢，感谢老天爷滋润大地，让台湾农业永续。部长好，这一步，我们走了35年。陈吉仲升官发财，果然跟民意大逆风。下面这位也要多亏了逆风，让他找到球友。杜苏芮台风在大陆各地造成了惨重灾情，江苏同样风雨有感，但也有网友自得其乐，站在逆风处开启单人模式羽球赛，打出去的球靠风自动喂回来。杜苏芮牌发球机刁钻角度，鱼取羽球，还给我带风向啊！这就是我要的风吹来的沙。有自己的节奏不代表正式比赛可以这么 freestyle。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的成都市大运女子100公尺赛事，这索马利亚选手阿布卡硬生生比成了慢跑项目，这百米跑了将近22秒，不止排名垫底，跟金牌选手成绩差了超过10秒钟，还一度消失在画面当中。来世大运当作来交朋友，索马利亚大学协会在粉专上面发文否认他们在这个项目有指派任何选手出赛，原来所托非人。而外界盛传阿布卡是该国高官的侄女，疑似是走后门出赛。索马利亚体育部长则公开向国民道歉，阿布卡这一季还真是成就解锁。要讲到不明所以，这只鸽子怎么能不上榜？有女网友在屋顶直击，作为通风用的无动力风帽，俗称的香菇头，上面竟然多了一只鸽子，跟着鸽转自转。面对不慢的转速啊，这鸽子鸟都不鸟，站稳脚步，骨骼惊奇，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练武奇才。棒婚叫原来是真的，歌舞的是青春，不是头晕。同场加映，在大陆的安徽，有一辆三轮车，它违规闯红灯，被货车给撞上之后，驾驶掉到了车外，这车子却开始原地打转，荤素不忌，最后出动了拖车才打断轮回。这两支影片一起看完，我只能给几把魂。晕了，我说的是鸽子，也是网友。中台卡努 B 台也是蒋市府面临的首个对北台湾造成威胁的台风，对放假饥肠辘辘的社畜们涌入了蒋万安脸书，开启歌功颂德模式，赞叹蒋万安假在手跟我走，一张拉风的脸庞背后是一颗颗祈求放假的心。最终北市宣布给假，帅到放假，安全感很够，获得了网友一面倒的万安警报。人帅真好，恭喜得奖的是台北市民。网友就说你是最帅市长，那更问你我们其实就是综合考量，我们也一直保持
跟邻近县市一起讨论地表最帅市长，但是对比张善政市长他被骂翻了，你会不会觉得这一次其实这个决策对首长来说是很难，尤其接下来就是要决策明天要不要放台风假，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哦，那就是回归到我们对于气象团队相关的预测。都很帅，好，都很帅，好。蒋万安只是让市民晕船，但这群姐姐们是直接翻船了。大陆云南四位闺蜜一起出去玩，准备上船前，这姐妹们在便桥上面决定拍几张芙蓉出水照，更配合着朋友的指令跟着摇摆。这出水没有，出事有，原本摇曳身姿，后来逐渐母汤，海浪太强，很晃，会被撞到地上。拍出来的照片真的水哦。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一下去，恐怕连友谊的小船也会说翻就翻。我已经开始了，快点下来，下来！啊，上上上，个个都照得住呢！啊，跳跳跳跳下去，我都来了，姐！哇，可以了，可以了，我还在照，我还在照着拉拉拉拉过来，我拉过来，拉过来，我还在照着呢。感谢本周的善意资料提供者，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影片的下方可以点题您下周想看到我们来酸的议题，我们将会来选播。高级酸新闻台每周一下午5点上片，欢迎大家爱用订阅键，这样就不会错过影片上片的时间喽。也鼓励大家多多回看分享，感谢您收看高级酸新闻台，我们再会喽。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